果听别人说你喜欢我，那你想得到我吗？我没钱没势，靠什么追你？靠我这双腿吗？这还不容易吗？见过玫瑰的男人是不会喜欢野花的。所有人都以为你有数不清的暧昧关系，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为了某个人孤独的像条狗。哎，老板，啊，我做个游戏啊。好啊。我说的每一句话第一个字你都重复一遍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的人是我。喜欢迎你来到我心里。你爸爸是谁？你说什么？我今天的面色很满意。啊，你喝点水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呀哎呀哎呀哎！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擦一擦吧，我给你擦一擦。啊，那你这有洗手间吗？没有，我们卫生间坏了。你要不你就在这里换吧。啊，好吧好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啊，好吧。哎，真是太倒霉了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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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板老板，能给我抱一下吗？抱什么抱？这里是办公室。要不今晚。老板老板，我说的是这些报表。圣诞节到了，你给我准备礼物了吗？Yo, I'm from the Empire State.